然后呢？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？然后呢？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。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，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，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代替我们。